海底散了仍在进行，战斗错了仍在进行，世界暗了我们或发聋，当满月藏在破天空，美丽存在人当中，真的只需要相信，与你笑过留在笑纹，到你眼泪留在眼，好开心啦。第一次我的派台歌未来进行曲呢就可以成为今次微电影的主题曲，咁同埋真係好多謝一班咁專業嘅團隊啦、導演啦、監製、Camman 啊，所有嘅人員咧都非常之專業。今次微電影咧，其中有一場咧對我挑戰就非常之大，就係喊。但呢場戲咧，正正就係想表達，除咗要努力揾錢之外咧，屋企人咧都非常之重要，所以咧大家都要珍惜屋企人。咁亦都期望觀眾可以感受到呢場戲背後帶嚟嘅意義。今次個做爸爸呢個角色咧，係一個好資深嘅演員偉烈阿烈哥去做呢個角色嘅。咁佢俾咗好多演戲嘅意見俾我啦。佢真係好似完全係一個阿爸嘅角色咁樣去教仔咯，即係好有耐心咁樣。咁我都亦都好多謝佢啦。過去過了，仍在進行，永遠在願，仍在進行。世界有你為我奔騰中。某段時間不想我自己拍攝經驗就不是特別豐富的，所以今次有機會拍這個微電影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。還有今次裡面的角色都挺特別的，是做一個 DJ， 在說話方面語調其實真的要去練一下。很多謝導演，他都給了一些電影給我們參考去練習一下，暫時出來的效果大家都很滿意，所以都挺開心的。每個微電影都有它的主題，我們今次是講懷舊。我都知道現在科技即日新月異，有很多舊的東西，時代的東西都很快被人遺忘或者即洗去。我覺得有這些不同的電影出來，可以提醒我們這個年代的人，其實懷舊的東西都有它的意義和價值。在這四天拍攝裡面學了很多東西，真的很開心，真的很多謝他們。咁希望大家可以滿意我表現啦。每一刻都是信，然後繼續前進。